兄姐妹早安，早上让我们一起再来用这首诗歌来称颂我们的神，歌颂他是那位施慈爱好怜悯的神，让我们用这首诗歌向神献上我们最美的赞美。一起张开眼睛看看这世界，最美的美景在真诚笑容里，一起付出真心关爱这世界，最美的足迹在爱的道路里，一同向世界展望，爱因为你而闪亮，让我们共享生命的亮光，一同向世界展望，幸福因你而延长，让我们共享未来的希望，大手牵着小手，携手出发，期待有一天处处开满生命的花，大手牵着小手，分享微笑盼望，期待那一天再也没有饥饿和悲伤，向世界展望，爱因为你而闪亮，让我们共享生命的亮光，一同向世界展望，幸福因你而延长，让我们共享未来的希望，大手牵小手，大手牵小手，同心携手出发，期待有一天处处开满生命的花，大手牵着小手，分享微笑盼望，期待那一天再也没有饥饿和悲伤，需要就停下脚步，是受伤的心得着安抚，求神赐下勇敢怜悯的心，是我的拥抱温暖像阳光，大手牵着小同心携手出发，期待有一天处处开满生命的花，大手牵着小手，分享微笑盼望，期待那一天再也没有饥饿和悲伤，大手牵着小手，携手出发，期待有一天处处开满生命的花，大手牵着小手，分享微笑盼望，期待那一天再也没有饥饿和悲伤，期待那一天你我充满永恒的盼望，主你是我们盼望的源头，我们赞美你，
主，早晨让你的大手再来牵着我们的手，一同与我们同行。主，我们生命中的每个高山低谷你都看顾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敬拜是奉靠耶稣已经得胜的名求， Amen。 弟兄姊妹平安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最后看黑门山、锡安山，我们一起来读诗篇。诗篇第133篇一到三节，看哪、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过去这一个礼拜，我们从圣经里面，从山来看，圣经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山的教训跟真理。山让我们谈到想到，就是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耶和华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。山也让我们想到我们怎么样能够登耶和华的山，而经历在登山上面能够变相登山里面领受他的教训。我们也谈到在山上面我们向山举目，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，我们的帮助从造耶和华而来，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们也谈到说我们耶和华的山它是一个保护的山，我们也看见说大山小山都要敬拜，都要赞美。我们也谈到摩利亚山，这是一个奉献的山，也是在山上神为我们预备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，我们要来思想就是黑门山跟锡安山。而在这里这个经文我们很熟悉，说看哪、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见非常可惜的一件事，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多少弟兄没有和睦，没有和睦同居，这是何等不善，何等的不美。但是我们也看见在这样的一个里面，当弟兄愿意转过来，愿意跟弟兄跟弟兄彼此和睦，彼此和好，彼此能够相爱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变成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约瑟被兄弟，被十个哥哥把他卖到埃及，被陷害关到监狱。当他后来再碰见这些哥哥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愿意饶恕，他愿意去爱，他愿意去真实从心里面来饶恕他们的弟兄，愿意和睦同居，这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我们也看见是我们看到这个看到雅各跟以扫他们彼此争长子的名分，长子的福分。后来哥哥以扫想要杀这个弟弟雅各，但是后来雅各回来，他跟他的哥哥和好，他送礼物，他向他道歉，以至于能够和睦同居。弟兄姊妹，我想在我们的家里，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弟兄和睦同居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也学习弟兄姊妹和睦同居，不但和睦同居，而且彼此相爱，彼此分享，彼此分担。这里提到说，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。黑门山是在北边很高的山，锡安山是在南边比较矮的山。黑门山的甘露不是只是黑门山的甘露，这个甘露是从神那里来，而这个甘露他愿意黑门山说，这不是不只是我的甘露，这个甘露是要给我，但是我愿意让这个甘露在锡安上面降在锡安山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彼此分享，这是彼此分担。分享的分担的痛苦是一半的痛苦，分享的喜乐是双倍的喜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家里，让我们在教会，
我们学习弟兄和睦同居，让我们学习彼此分享，我们学习彼此分担。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，你的缺乏也就是我的缺乏，我的资源也就是你的资源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家就是我的家，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。当我们这样的彼此分享彼此分担的时候，就是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。弟兄姊妹，不只是这样，我们教会与教会之间，黑门山假如是算是比较高的山，我们可以说是比较大的教会。锡安山假如是比较低的山，我们说可能可以代表是比较小的教会，可以代表城市的教会，也可以代表乡村的教会，也可以代表比较刚强的教会，一个是代表比较弱小的教会。我们盼望教会跟教会之间，我们能够彼此分享，我们能够彼此分担。我们不要觉得这是我的资源，这是我神给我的，赐给我的，这个甘露是神赐给我的，赐给我们的教会。但是我们愿意说，耶和华你所赐的这个甘露可以降在我们的山上，但是也可以降在别的山上，也可以降在别的教会。而我们看见当我们将彼此相爱和睦同居，这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我记得那粒水灾来的时候，台北的教会淹水，地下的教会淹水，有一个教会它的淹一半，有一个教会全部都淹了。而那个淹一半的教会的牧师拿着金钱去奉献给淹全部淹的教会，而另外一个教会他要建堂，还没建堂，但是他就把一些奉献拿去给淹一半的。我们看见这是什么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黑门山的甘露可以降在锡安山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过去慢慢神让我们学习，我们看见以前你的教会是你的教会，我的教会是我的教会，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，我的资源是我的资源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神让我们慢慢慢慢我们彼此分享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也是你的，我们彼此分享，我们彼此分担。在那里我们看见这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神要我们学习的不只是在家里面，不只是在小组里面，不只是在教会，也不只是在教会教会之间，神让我们要学习分享，让我们看见在国家跟国家之间。我们感谢神，神让我们看见是我们台湾，我们愿意跟中国大陆的教会分享，跟香港的教会分享，我们愿意跟日本的教会分享，跟韩国的教会分享。过去列国帮助我们，他们的甘露降在我们台湾这个锡安山，我们现在也愿意把我们的甘露愿意去降在他们别的国家。我们感谢主，在过去这一段时间，我们看见过去美国、印尼、韩国、新加坡帮助我们，现在我们慢慢我们这个山，我们的教会好像比以前更有力量，我们的资源比以前好像丰富一些。我们现在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，我们愿意跟别人分担，因为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。我们感谢主，过去我们在回家的聚会中间，我们主有一个联盟，就是筷子联盟。而这个筷子联盟中间，我们中国、日本、韩国都是拿筷子的，后来越南说我们也是拿筷子的，我们四个国家我们一起联盟，我们成为一个筷子这个联盟。而这个联盟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彼此分享，我们彼此分担，我们一起来，我们看见神要在我们中间。其实我们不只是筷子国家的联盟，我们拿叉子的，我们也要需要彼此分享，
我们啊，印度他们是用手的，其实用手也好，我们用刀啊、筷子也好，用刀也好，我们可以一起，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彼此分享，彼此分担。我们也感谢主，让我们在这一次回家的聚会中间，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了解以撒的后裔以色列，他们的教会，他们的牧者，他们的信徒。我们也更多认识以实玛利的后裔，就是阿拉伯埃及，他们的教会，他们的牧者。我们盼望他们彼此相爱，彼此分享，彼此饶恕。我们也愿意跟他们结盟在一起，让我们能够看见神在我们中间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家，当我们讲到回家的时候，不只是我的家，不只是我们教会这个家，我们看见别的教会也是我们的家，我们看见别的国家，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家，别的国家也是我们的，也是我们的家。我们看见拿筷子的是我们的联盟，拿叉子的也是我们的联盟，用手的也是我们的家人。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连结，看见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看见贵重的油就浇在亚伦头上，流到弗须，流到衣襟。我们也看见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但愿神透过山给我们启示，给我们实际，让我们实际去实践神透过山给我们所领受的教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黑门的甘露可以降在锡安山。黑门的甘露可以降在锡安山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让我们弟兄和睦同居。让我们弟兄和睦同居。让我们彼此相爱。让我们彼此相爱。让我们姊妹的教会，弟兄的教会。让我们姊妹的教会，弟兄的教会。教会之间也能够彼此相爱。教会之间也能够彼此相爱。以至于贵重的油就浇在亚伦的头上。以至于贵重的油就浇在亚伦的头上。流到大的教会，流到小的教会。流到大的教会，流到小的教会。主啊，但愿黑门山的甘露。主啊，但愿黑门山的甘露，刚强教会的资源，刚强教会的资源，能够降在锡安山看来比较小的教会，能够降在锡安山看来比较小的教会，比较弱的教会，比较弱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。我们期待我们彼此相爱。我们期待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分享，彼此分担，彼此分享，彼此分担，以至于每一个教会都强壮，以至于每一个教会都强壮，每一个教会都能够成为荣耀的教会，每一个教会都能够成为荣耀的教会。感谢祷告，奉主的名。感谢祷告，奉主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好不好？我们来祝福教会中每一个小组。我们大家都能够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彼此切实的相爱，能够彼此分享，在小组中间比较有需要的，我们能够去分担，能够去分享，以至于爱充满在我们中间。好不好？我们盼望这样的实际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小组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，谢谢耶稣，在我们当中，哈利路亚，欧坐在小组中，小组中间，欧坐，让我们能够体会，让我们知道，欧坐，主啊，欧坐，谁有缺，欧坐，谁有需要，谁有软弱，欧坐，谁有困难，我们愿意欧坐，彼此安慰，彼此分担，彼此分享。彼此欧洲啊，主啊，来欧洲来给你欧洲，就以至于爱充满在我们中间，欧洲以至于欧洲我们要看见贵重的油就浇下来，欧洲整个小组充满爱的气氛，充满分担的气氛，接着我们就仰望你，求你来，恳求主你来施恩，谢谢耶稣。主，我们要在这里来奉主的名来祝福，为每一个教会的每一个小组来祷告，
让我们今天来领受黑门山的甘露要降在锡安山。主啊，当我们愿意在小组来操练主啊相爱的时候，主你让我们能够很落实啊你的教导。主啊，就是有的来帮助那些缺乏的，大的来帮助小的，刚强来帮助软弱的。主啊，不论是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教会，甚至于在列国当中，主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愿意去遵行主啊你的教导，主我们相信主啊你会使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强壮的教会，成为一个彼此确实相爱的教会。主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祝福全球华人的众教会，让我们不管在海内在海外，不管是哪一个族群，不管是大中小的教会，强的教会，弱的教会，我们彼此能够结在盟约里面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分享，彼此分担，好不好？我们盼望这样的爱充满在我们全球华人教会之间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来到你面前，谢谢耶稣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充满爱，主啊，是你的爱，充满我们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让我们有你的恩典，主啊，愿你的爱，主啊，求你的爱，主啊，激动的心，主啊，充满在我们里面，主啊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，我们把爱充满在教会。都把这个爱聚在一起，都把这个爱聚在一起，海外的华人教会，都把这个爱聚在一起，各同的，我们就不会全的，所以说我们要圣主的代表，我们要从江南教导我们一起祷告，你帮助我们不太痛苦，我们一起反复，就说你自己来做做工，做做讲，哈利路亚，要转进我们能够成为其他国家的祝福，其他族群的。祝福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当我们彼此切实相爱的时候，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了。哦，主啊，求你祝福，不只是在每一个小组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孩子也祷告，求你祝福在全球华人的众教会当中，是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关系，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，都要彼此的切实相爱。哦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调转眼目，单单注视你荣耀的宝座，主啊，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。哦，主啊，因此帮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，在合一的里面，我们能够彼此连结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分享，也能够彼此分担。主啊，你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。哦，主啊，当我们在爱中合一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心就得满足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真实实看见黑门山的甘露要降在锡安山上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化解彼此之间的嫌隙跟隔阂，因为你的爱永远不失败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。好不，我们再来祷告。我们愿意众教会，华人的众教会或者普世的众教会，黑门山的甘露能够降在锡安山，能够降在以色列以撒的后裔，也能够降在阿拉伯这些列国，也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。在这次回家的聚会，阿拉伯他们的牧者分享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好像过去的列国的教会好像比较关心爱以色列，但是忽略了他们是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的人，但是有先也有后，但是后不是没有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，让教会开始更多可以关心阿拉伯国家的教会，众教会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。所以说我们来到你面前仰望，我们恳求主你的圣，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仰望你，转你的圣把爱赐下来，耶稣啊，众教会，欧洲的爱，居然欧洲能够在以色列，也能够在阿拉伯的国家，在以实玛利的后裔上面，做除去他们第二的灵，除啊除去他们次等的该种的感觉，耶稣仰望你，哈利路亚。还记得叫我要刚强起来，欧主啊，做叙利亚，欧主啊，亚述，欧主啊，做他们要一起的刚强，欧洲跟
以色列教会一起丰富，一起当强，绝处就仰望你，求你来施恩，谢谢你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要祝福列国的众教会，因为他们在基督的里面是确实彼此相爱，他们因为在基督的里面是以爱结盟，哦，主啊，学习分享分担，因此他们就能够像贵重的油，贵重的油能够降在以色列的后裔，能够降在以撒的后裔，降在以色玛利的后裔，他们因为和睦同居，主啊，就像黑门的甘露降在以撒后裔，能够降在以色玛利后裔的国家。我们要看见以撒的后裔要蒙福，我们要看见以色玛利的后裔、阿拉伯的国家都要蒙福，因为你说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阿门，阿门。那手牵着小手，同心携手出发，期待有一天处处开满生命的花。那手牵着小手，分享微笑盼望，期待那一天再也没有饥饿和悲伤。那手牵着小手，同心携手出发，期待有一天处处开。